嗨，大家好，我是柳柳。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专柜和润色防晒一整天的妆效差异。那我在当中其实有提到说，像这样子润色防晒类型的产品啊，也是需要有补擦的动作才能有一定的防护效果。那我这次就用防晒相机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种润色防晒产品啊，如果一整天只擦一次，还有持续补擦，到底会有什么差异呢？像这种润色防晒对许多人来说就算是一个底妆产品了，就是它可以对抗你的 UVA 和 UVB 的成分之外，还可以对你的肤色达到一定的修饰效果。那我这次用到的润色防晒就是 Clairs 的烟酰胺亮肤面霜。我会注意到这款产品主要就是因为我去年底去韩国嘛，然后我去逛美妆集合店去口，我就逛到说这一款 BB 霜它是有在 GLOWPICK，也就是那个韩国的美妆排行榜上面，它有在2022年的 BB 霜部分得到第一名的成绩。我现在就直接上脸来给你们看一下两边的差异会是怎么样的。其实防晒使用的量差不多要在两个指节的长度，然后宽度差不多是 0.5 公分左右的量才会够。他们家的这款亮肤霜的质地啊，是有一定的一个遮瑕度，就很类似像是粉底液了。你可以看到它在防晒相机上面显示的是有一点点那种灰色调的感觉。我先上半脸给你们看一下，你看是有一点点微微的灰色调，然后在一般相机上面会觉得说，哎，好像刚涂上去会有一点点的白，但是像这种 BB 霜，你只要把它涂开之后，你就会发觉到它融合皮肤的效果是非常自然的。你看，有差它的防护效果就是有差。那它这款的颜色你看到是比较偏灰色的，它有些防晒产品它在防晒相机看起来是黑色的呈现，然后这款它是主要是有物理和化学性结合，它的颜色就看起来有点灰灰的，不会到那么深的颜色。然后我再拿一个海绵把它拍均匀一些。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就发现到好多彩妆品牌都已经变成是 vegan 的产品，主要是针对像是没有动物实验，还有就是它的一些成分是有经过一些认证的，所以才可以拿到这种 vegan 的认证。那 Clairs 他们家现在是有讲到说他们的产品是 vegan， 我觉得这点现在的那种美妆产品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现在是上完半边脸的妆效，你可以看到防晒相机上面也蛮明显的，主要就这边脸就看起来花花的，好，这边脸的颜色就是非常的均匀，因为你都上好了这个润色的防晒产品。一般的相机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差异，其实很明显耶，我的肤色整个提亮的，两边的差异就蛮明显的，像一些肤色不均的地方啊，还有一些黑眼圈啊、瑕疵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它修饰毛孔的功能也很好耶，你近看，我这边毛孔其实超大，这边的话它毛孔修饰就蛮好的。那我现在就把另外半边给补上，而且我觉得擦这种 BB 霜当底妆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技巧，就是把它涂匀，再用一些美妆蛋或海绵把它拍开就可以了。好，再把它拍开。它在韩国其实也有被归类在这 BB 霜的部分嘛，但是我是觉得说它跟一般传统的 BB 霜比起来啊，就是不会有那种明显的泛灰的那种感觉。 Clairs 他们家主要就是韩国的一个纯素彩妆品牌，那他们就是主要强调说是用温和的成分，然后打造给所有肤质都适用的产品，所以他们里面的成分也有讲到说不会添加酒精或者是一些人工色素，还有一些香料的部分。我其实有去看一下后面的产品成分，这款里面除了有防晒啊，还有一些润色的色料成分在里面之外，它还加入了一些很多植物的添加萃取，所以就是会让你在擦上去的时候，除了防晒还有润色修饰毛孔功效之外，它也可以让你的皮肤达到一些舒缓镇定的功效。那虽然它是韩国产品，但是我觉得你要测试防晒产品一定要到一些比较炎热的地方才能看出差异性啊，不然你一整天都不出汗干干的，那有什么差别？所以我这次就来到曼谷来看看一整天没补擦和有补擦到底会有什么差。我觉得泰国啊，大概从好像11、12月开始，然后差不多到2月左右的时间来旅游是真的很舒服的季节，它就没有下那么多的雨，然后天气也都一直很晴朗，
但是又不会到超级超级的炎热。今天的天气就很舒服，虽然阳光也是一样很强，但我已经都擦好了防晒，所以也没有那么担心。还好我们只有刚才走在外面一下子，但是目前差不多都是在室内或是有阴凉的地方走，所以也没有晒到太多的太阳。我们刚从花东峰站出来之后，现在过了一座小桥，到了这个 Wallflowers 咖啡。那蛋糕也太美了吧！好像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我就直接用防晒相机来检测一下到底现在妆容是怎么样，就是防晒产品在皮肤表面的均匀程度还是差不多的，有啦，微微局部一点点有掉，因为其实只要你有出油出汗，基本上它都会稍微的掉一点点。你要补这种润色防晒的话，我会建议你用一个方式，也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个海绵，然后你把你的油光先压掉，然后就像这样子稍微压掉一点局部脸上的油光，压完之后，然后你再挤一点点防晒。然后像我刚才是没有定妆的关系，所以我是可以直接涂到脸上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是有些人要补的话，就是拿这样拍拍拍压上去就可以了。像有补就有擦，干这边的这个区块，它看起来又更均匀了。鼻翼这边也是，因为我干鼻翼这边有出油，它这边肤色不均，在防晒相机显示的比较明显一点点，就有一些些区块，沾这个润色防晒产品，然后这样拍上去，有，你看在防晒相机上面，啊，上这一块又均匀了。有，你看这边补完之后，这边的就没有补的毛孔很明显，补完之后防晒产品的覆盖颜色比较一致。这边就是看起来好像还有一块一块的，好，我另外一边再给补均匀一点点。其实像这种润色防晒啊，带出来补啊，就很像气垫粉底一样，你把它沾在一个地方，然后这样拿海绵拍拍拍，一样的道理。有哎、欸，有拍还是有差哎、欸，很明显。虽然就是在镜头上面，或是你看着镜子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像这种防晒效果，真的是用防晒相机看就很明显。这里的均匀程度真的就是比这边好很多，因为其实像我们刚才行程就主要是搭捷运，然后找路，然后到咖啡厅，时间也没有到太久，大部分时间都算是在室内，在室外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就只有大概短短的5到10分钟左右而已。如果你是要这种比较偏室内，或者是没有太多户外行程要补防晒的话，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补就可以了。那我们待会去其他的行程，然后再看看脸部的状况有什么落差。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差不多都会在户外，所以补防晒的时间应该会比刚才再短一点。这边中国城车水马龙，这边堵超级多车哎、欸，像跟上次来一模一样。想穿越一些小巷子到一个看起来很 local 的市场，这边甜点都超便宜耶！我家买了3样东西。现在这边真的好 local， 我感觉我好像到了台湾的菜市场。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要往河边走，这个时间点的话，差不多快要到夕阳了，好，我们要到昭比耶河看夕阳，那边一定超漂亮。哎，在曼谷市区还可以买20几块的椰子，还蛮难得的，而且这边就是在昭比耶河旁边。比我昨天在夜市买的好喝。到了，到了，终于看到夕阳了。现在我们要找一家咖啡厅，然后来进行最后一次的补妆，因为我们在外面啊，经过太阳晒啊，然后走啊，流汗什么，这种比较户外的活动，这种时间差不多就该补妆了。我们待会儿就看看防晒相机两边到底有什么落差吧。后面风景看起来超漂亮。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确认一下两边的一个落差。我自己刚才看完镜子，我是觉得就是这边没有补妆，那边你会觉得它的那个油光会更明显一点点。毕竟一整天在户外，然后又出油又出汗，怎么可能会不脱妆？但这边是有补妆的，看起来整体来说就会相对的雾一些。如果从防晒相机上面看的话，真的也很明显。你看这边肤色整个均匀程度就会花花的，局部这边和这边比，它整个的落差感，这边有补过的，整体肤色就比较均匀一些。这边你说有掉很多吗？我觉得这么近看也都还好哎。那我就用他们的烟酰胺亮肤霜再来补一次妆。首先，先把稍微有点出油的地方的油光压掉。压掉油光之后，我们再取一些防晒。我稍微平铺一下，然后再用要沾粉的那一面去沾取。在防晒相机上面看还是有落差，有补就是有差，就是整个你的那个防晒的防护效果均匀度看起来更均匀。那我们就待会继续其他的行程，然后最后再来看看会有什么落差吧。刚好来了，太赞了！这一站就是惠公王庙站，一出来就会有一个夜市。这一个惠公王夜市，它的后段是蛮多店家在卖榴莲的，然后价格都很划算，还有40块。OK。我其实每一次来惠公王庙啊，我都会来这家来买榴莲。我会觉得他们这家榴莲蛮便宜的，之外他都会跟你切开来确认说它的成熟度是如何。Thank you。 那很软又很绵耶。榴莲你不能带回饭店，然后在地铁上面也不能带，所以基本上你就在这边吃完。买完回家咯。好，我现在回来了，时间已经到了晚上的10点多了。我们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出去，所以也接近10个多小时了。你可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落差。我现在光看原相机，我就觉得蛮明显的。这边的肤色跟有在持续补这个润色防晒的比起来，有在补的当然是会比较明亮，而且感觉肤质很好。那这边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妆感在啦。那我们现在来用防晒相机确认一下两边的一个差别。这边的这个防护力维持的非常好，整张脸的这个均匀是很一致的。我们这边的话是补了2次的润色防晒，那这边就是只有擦1次到底，肤色的这个均匀度就有落差。然后你再看这个脸上的均匀程度几乎是没有什么变，那就代表着其实有在补的话，到晚上之后的防护力都没有脱落。但是这个只有维持一整天的，你看我把刘海撩起来，从额头啊到脸颊、鼻子啊、鼻翼这边，其实会有一块一块比较看起来有点不均匀的那种感觉。虽然说在一般的相机里面好像看不太出来，这代表其实你一整天下来，你的这个防晒的防护力就因为你有在外面走动出油出汗而脱落。所以我才会说到，其实像这种润色防晒的产品就跟一般的防晒一样，需要去定时的补它，这样子一整天的防护力才会维持的比较完整。而且你定时有在补这种润色防晒的话，你就会发觉到除了防护力有在持续的延续之外，你看你的妆感到了晚上依然是很好看。以上就是今天的实测，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